你来了？你在我去找哥布林的时候，有没有好好帮助米加尔啊？看来你没有想象中那么无用嘛。对了，叫你过来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。你尝试闭眼冥想，触摸水晶，和水晶产生共鸣。可能听起来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感觉，但你身上灵魂之火的印记与水晶有着特殊的联系。你感受到的那个空间被称作家园，是由零星漂浮的大陆碎片构成的，而灵魂强大的人可以通过与水晶共鸣。一赞，出来吧。你好啊，我的名字叫做一赞，是小鹰的伙伴哦。咕咕，你别看一赞他小小的个子，他可是相当博学的呢。就让一赞跟着你一起去吧，让他协助你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。哼，不过你连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，一赞可得受累了。对了，一赞的本职还是信使哦，我会为你传达小鹰的讯息。真乖，那我的小跟班就交给你了。现在你们去家园看看吧。
里就是属于你的家园了。不要灰心嘛。就算现在还只有一间破旧不堪的小木屋和空旷的平地，经过你的努力改造，这里一定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咕呼！这里是一个完全属于你的小天地，你可以自己在这里种植、建造，还可以邀请好友一同共建家园。那么你先自由参观一下，我就在廊桥公告板那里等你哦。准备好学习基础知识了，就去那里找我哦。Go!
Thank you.
你来了，到这边来。没想到我才走了没几天，村庄竟然就被哥布林袭击了。照理说，像这种规模的袭击，会有我们村庄设立在东部的前哨点燃烟火，传递袭击的消息给位于村庄与前哨中间的瞭望塔，再由瞭望塔的守卫骑快马通知村庄。这次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据村庄里的守卫说，这次袭击一点来，如果我或者我弟弟在村庄里的话，或许村庄就不必遭受这一切。小英他往东南方向寻找撤退的哥布林的痕迹去了，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。我现在要先……小跟班，你赶上来了。可恶，没想到这些哥布林这么聪明。我本来打算追踪他们留下的脚印和痕迹，没想到他们像是会拿树枝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只能先回来了。按理说哥布林这个种族智商不应该这么高才对啊。总之先帮助村子重建吧，你去跟米加尔聊聊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嗯，